忍辱精进，学小乘佛法，清净个人戒持力，学大乘佛法，重在论心不论事。学佛人首先要守戒，然后再利益众生，要消除自己心中的障碍和烦恼，和众生一起离苦得乐，救度众生正气号，忍辱首要境界高，若行大乘菩萨道，金刚不怕火来烧。学会帮助众生，实际上就是在修忍辱，因为别人对你的帮助有时会讽刺、挑剔、不理解、怀疑，甚至谩骂，你全部都要忍辱。只有学会忍辱，才能救其慧命。忍辱之人，威仪庄严，普行善法，摄受众生。现在这个世界，人没有忍辱心，很难在社会上存活，因为现代社会自私、妒恨、妄语充斥着这个社会，所以你必须学会忍辱。心善一切善，心恶一切恶，心动杂念动，自私心机重。忍辱犹如一棵树，根深叶茂，它能茁壮成长。不能忍耐的人会被旁人看不起、讥讽、怀恨、污蔑、毁谤。能忍之人是圣人，守戒之人是善人，普度众生菩萨根，看破五蕴有佛根。我们在人间要守戒，要度众生，更要用观世音菩萨的妙智善巧，救度更多有缘众生。众生本是未来佛，拨开心灵见佛性，学佛忍辱不忘本，入世度众找佛根。